咱东区这乡亲时代，阿瑞也足欢喜的，因为三十年前吼，后站吼，台中是我的故乡，第二个故乡。我较早咧做风港，迄、那个风港风港，唔是花人港哦，是风港哦。嗯，我就会去美国，我就会去新加坡啦。深度飞机尔尔讲，好，迄美国就知影我。哎呦，风港，哎呦，我就把迄个制作单位讲，连美国人都知影我较早咧做风港。当时唔是啦，伊咧问我看是毋是住伫香港风港，我讲 no no no， 阮家住西港西港。西港迄个彰化县吼，因为我的故乡哦，甲阮这个廖院长同故乡，离林大城迄个西港，啊，所以吼阿瑞啊吼，非常怀念吼，较早吼三十年前我咧吼国中个毕业，我就来台中遮有西，一个月吼无偌多啦，才赚一千块，吼，迄阵我袂细个哦，三十年前哦，哦，啊，所以我来每一摆吼，来到咱后站遮吼。我就想起我刚才咧闹皮闹皮，啊，落爽落爽安尼啦，安尼想讲今日讲来出手皮咧做歌星，啊，但是上个重要哦，是大家甲阿瑞啊牵线，吼，甲阿瑞啊这个支持，安尼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大家若敢支持哦，同款，咱就爱支持咱公正大，吼，为咱服务，哦，啊，伊个做人哦，脚踏实地，啊，人非常的好安尼。尤其今仔日看到咱遮乡亲，我就知影哦。但是敢安尼袂用的呢，爱一个报一个哦，吼、哦，安尼好不？希望你哦，会当阁继续为咱拍拼呢。因为今仔日来吼，我看到真多吼，也有参加阮的乡亲呐。尤其比较大个嘛，对阿瑞啊足照顾的吼。啊，咱今仔日吼，这个中时节日吼，啊，遮侪乡亲时大来吼，啊，我也真欢喜安尼吼。啊，等下。讲真个哦，伊内底我若准备一寡好料，好啊，果子啦，啊，迄号安尼，啊，因为我最近咧闭关啦，差一点嘛闭关啦，闭到太久个，哦，啊，我即摆咧筹备我个新歌，哦，啊，筹备我好势，哦，啊吼，啊，起来，我即个电视台加减罔人安尼啦，啊，你则加减甲我罔看，罔捧场安尼，哦，啊，你继续，我搁带来一条歌啦，吼，或做妈妈，请你也保重啦，死掉啦，吼。啊，爸爸嘛同款哦，啊，阮靠过头，吼吼，即阮老大靠过头吼，即外国水的，伊个海岸啊无，拢破迄个乒乓吼，真够团。哎，大，你看我都吐钱啊无，卖乒乓球，吐福利啊，好嘞吼，福利予大家安尼啦吼，会大家好过安尼啦吼，安尼，我来带这条，啊，等下再过来开讲安尼吼，好来，妈妈，请你也保重，好。